发现这边的山上啊，你看又一大片的，森林啊，被火烧掉了，你看一下，黄黄的了，是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上去看一下。这边的话是那个湖南新化县。看一下这条路能不能过去。新化县的话是属于那个鲁底地区的。哇，好像烧的面积有点大，你看。哇，那上面是一个寺庙吗？好像是一个寺庙。这个是当地人种的甘蔗，你看一下，这个甘蔗怎么看上去叶子都这样子，很差劲的样子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缺少水分啊，叶子都干干的，你看一下。哇塞，这边看过去，你看一大片啊。被火烧掉的，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到那个火烧山的地方，去探险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去看一下，而且那山上还有个寺庙嘛。感觉这边的山上很枯燥的样子。这里人家又种了这个地瓜，这地瓜叶也太那个了，干瘪瘪的这地瓜叶，你看一下，今年的农民可能收成的很差劲啊！你看是，你看这些地瓜叶，这能挖到什么地瓜吗？像我家的以前种的地瓜的话，地瓜叶非常的茂盛，哇，这里过不了了。这能过去吗？哇，不知道是寺庙啊，是什么呢？房子。这里能下去吗？底下是鱼塘，这棵树结了很多果子，你看，是跟那个柿子差不多了，但又不是叫柿子，普通话不知怎么说了，结了很多。这条路应该能够走过去。非常的干燥的地方。到鱼塘边，不会是那边那天大火烧过来，连这边都烧到了？你看一下，黑黑的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火啊，它被风一吹的话，会隔空烧过来。你看一下。刚好这一条路可以走过去呢。哇，
很厉害啊，这大火。全部都是烧了。感觉这边的农民种的菜很差劲的样子，你看一下这个种的葱就这么长出一点点，然后种的这个茄子你看也没打多少个，还有这个辣椒啊，你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差，你看打的辣椒都很少嘛，是收成很差呢。连一个农民都见不到。真的是多渣多烂啊，今年是，我看到好几起山上被大火烧掉的地方了。嗯，这个原来的是庄稼的，它现在全部烧成这样子了。这个是枇杷树，这个枇杷树的话就活不成了，你看烧了它叶子都枯掉了。看一下这火的起源点在哪里，不会是人家是这个地方来烧这个杂草吧，烧田埂吧，这不大可能了，是吧？烧的黑黑的了，底下就是一些鱼塘，人家种了一些水果，所以说看这个样子不大像是烧田跟往上烧的。哦，这边有坟墓，你看有坟墓，这里一个坟头。这个能爬上去吗？啊，一个坟头在这里。哇，好多坟墓，你看。你看这两个都是坟头，两个并排在一起的坟头，这边一个大石头的。这个地方烧的最旺的，应该这个是起火的火源点，你看看到没？这个地方是吧？你看这样子，就这种哗啦哗啦，往上烧，往下烧，烧了一大片，一直烧到对面去了。你看一下，是啊。所以说根据我的观察的话，它这边的火烧山啊，火渣呀、啊。应该是把坟头周围的那个杂草搞开来，搞开来的话可能想点火烧掉啊，或者是就是说人家有烧纸啊烧香啊，然后就引起了火渣，把这一大片都烧掉了，你看一下。有可能扫墓啊之类的，是引起火渣的原因比较可能，不大想开荒的。因为开荒的烧山的话，他一般都要把它砍开来，砍成一堆来烧嘛。你看一下这个大石头周围这个位置，起火的第八火的火源应该是，你看，是吧？因为这边的话几乎烧光了，烧的最旺的地方了。
啊，烧了，火很大了，控制不了了，这火一直就连着这边往上冲啊，你看这里都烧白了，这大火一直往上面冲啊。一边就火往上冲，一边就往下烧，是啊，有可能当时风高夜黑啊，是吧、啊？哇，你看，把人家的坟墓都给烧掉了。这个他没有往这边烧，你看为什么没有往这边烧？说明这个风是这样子吹过来的，往上吹的那风啊。这风是往上吹的，哗啦哗啦烧了一大片，上面那个坟头那么大，你看，一大片都是坟头，这边就不过去了，因为这边虽然是烧掉了，但是你看，这样子过不了，是吧？这火非常的厉害，它这边往上冲火，然后这个火的话又往那边烧，一直烧到那座山上去了。你看，那座山上全部烧成黄黄的了。那山上的这个寺庙的话，就这边就过不了。你看呀，这边过不了，全部都金翅躲掉了，是吧？然后的话，就是在那一头有条路应该。从那一头可以过去，等一下我从那头过去看一下是什么寺庙了。你看，虎烧山啊，很恐怖啊，是吧？一烧的话，什么都光光的了。开车开到这一头的话，你看，看得到这个寺庙，然后它那边的话是一个粽子。油色粽子，应该这边那边都姓油。看一下，完了寺庙背后也是被大火烧掉了嘛？你看，是吧？这当地人的粽子搞得这么大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是背后，它种自然有朝向的呢。哇，雪州一代宗师啊，中国武术九段梅山武侠有史命第四代，原来是武术世家，你看一下。油色粽子，写着个中字呢。难怪祠堂那么大，五叔世家的那个粽子呢。这寺庙的话，在这个粽子的旁边。这么冷清啊，定慧寺，定慧寺呢，一些大雄宝殿改建的名单，看一下。
说嘛。刚才我准备进那个寺庙的吧，又看到那边要扫码啊，那个健康码呀，是吧？那个疫苗接种之类的，所以我也不进去了，是吧？麻烦不扫，是吧？反正寺庙也就那样子，不进去看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